贝宝可梦中心啊，将在今天呢，在台北的百货公司来开幕。那么官方担心啊，民众安全就提醒千万不要深夜排队。但是这些粉丝真的忍不住，昨天晚间十点呢，就陆续开始有人出现，至少20个人就在店外排队。那么今天呢，开幕除了贩售周边商品，台北限定版本呢，就是每笔消费啊，能够送一张特点卡，每个人限一张，很多人要抢的就是这个限定商品。